好，我哋系校园电视台小主持。我系四 A 班黄以乔。我系四 A 班张浩天。浩天，我哋今日嚟做咩噶？我哋今日要分享正向金句，就系坚持就是胜利。各位同学，你会唔会因为自己串唔到英文生字而好快放弃呢？我唔会噶，因为只要多尝试就串到噶啦。系啊，尝试第一次失败，我哋可以试多几次，再失败嘅话都要继续坚持尝试。是啊，就好像科学家爱迪生那样，他失败了6000次发明电灯，但是都没有放弃。各位同学，如果你们都想成功的话，就要努力不懈。记住，坚持就是胜利。今天的分享就去到这里，下次再跟你分享啦，拜拜。